十点才2点多钟，你要说都去吗？那我就可以买免税商品。对啊，你要有人要叫我代购了。什么？你想代购？你要借我？真的找到代购了。他买烟呐、啊，他说台湾、哦，他说台湾买不到。你要含烟？这样会飞走吧？可以啦，除非你暴力。哦。是你飞走了，你整个人飞走了。